吵死了。安安呢？二小，上次免费换到的，还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哎呦！你下哦，我再用那个。好了，回来了。有没有多休息哦？我想一下，我昨天11点睡嘛，然后早上7点半要起床剪片，对吧？我4点有起来一次尿尿，我想说哦，来剪片好了，想不行，我又跑回去睡了，然后睡到7点半，那个不7点那个闹钟响了，然后关掉之后又回去睡，睡到8点半起来就开始剪片，然后因为这次有上那个嘛，有上那个。字幕再加上有人画那个图，所以一弄完之后弄到11点半，然后就输出。然后我好像记得我好像有点到首播，就而且刚刚又出门，然后马上冲回来说啊，对，有首播这样子。然后对啊，就睡了10个小时啊。我懂。我跟你讲哦，贝贝安安，猪猪安安。乔治是叫什么？凯欣安安、校园安安、君平安安、韩文安安。我忘记之前那个叫鱼的名字是谁了。他因为他只出现那2次之后就没出现，我忘记那个鱼是谁了。因为在剪轻松生存的时候，有喊出鱼安安这样子，就后面忘记鱼是谁了。然后美惠安安、字号吗？字号安安。XUYUXIANG，你怎么称呼啊？你好像也蛮常出现的，你这样一个一个念，我好累哦。你有什么那个名称吗？你有什么名字可以跟我说？我尽量记啦，不然这样子念英文好累哦。然后恒宇安安，忧郁安安，是不是丽玲啊？丽玲，你是不是叫鱼啊？不对，这个莅临我怎么好像有点印象哦，好像没印象，我靠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刘嘉欣安安，李维安安，林延纯安安，JANEW 安安，那这位 JANEW 你也可以说你怎么称呼，因为你也蛮常出现的。薛心怡安安。陈建国安安，那靠要不啦？我要讲什么？那什么松鸦啦，松鸦安安，安月安安，我也是回到教主是拿本子写起来，我没拿笔记本啊，因为我笔记本我很讨厌写字，纸笔记起来，哎，很累，我就再开个资料夹，开个记事本就好了，没有笔记啦，啊，好啦，这个呢。我昨天晚上没有挂到，我是早上7点起来，想到说啊，干，我好像没有挂到网，然后就起来挂网，然后再加上剪片也挂着，然后这是这次的业绩啊，我好像换掉3组了，然后我们的小镇村依旧很和平，没事儿，比较这个没办法换掉了，因为已经锁住这个了，所以我要去拿桶子给他。不然如果跟他交易的话，他没有办法那个增加东西。好，给你。那再来，我去稍微看一下那些，这个不是这个，他说一天只能换2次，所以。这个很烂呢，这个就只能换钻石镐之后洗掉附魔，再拿去
拿去换那个，拿去附魔了，不然没办法。谁敲我？您有兴趣的三款贴图上架中，什么鬼东西？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子木之木。啊，这太贵了啦！然后我好像只能利用把他们变成僵尸，然后变回僵尸村民之后，才能让他们降价哈。然后这些虫被动位置了。那后来这个我发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这个看好18、12、9对不对？18、12、10，超没效率的。我打算都用砍的了，很亏哎、欸，超级亏。声音好小。这个好了，啊，这个敲不掉。对啊，超亏。等一下，好谁？有没有新的人啊？我没有闻到啊。Yuanpeinn，哎，你是那个对不对？靠，忘记了你，我怎么记得你有支持过我，还是新订阅的啊？我记得你好像是哪里啊？退取订阅的吗？稍微有点印象，害羞。梅珍安安、史蒂芬安安叫我飞翔，飞翔哦，我记得的话。好了，反正就是那种特别难念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砍木头烧原木，我要凑几个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鬼？村民，我要那个之后啦，像那个渔夫嘛。还有那个钻石搞的，应该就被我带过去当繁殖的东西，不然很亏耶、欸。这个爆掉，我们去换那个效率铁斧。啊，直接从这边拿钱 ，Go go go！太小，太小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哎呦，哪个是哪个啦？这个效率20个，耐久一，攻击速度一，然后你，他不会再降价了、欸。你会降价吗？没有啊，算了，等下来换钻石斧好了。而且真的不能太久没画图、欸、太久没画图，整个风格都会开始变了。虽然我的风格每次都在变了、啊，但至少都看得出是我在画图。可是嘞，在 FB 工作开始后，真的没什么时间画图，所以那个 Amigo 的。这一次阿米口如果有出那种回馈的图啊，商品那种的图，很高几率不会是我画的了。
所以只可能只剩下喵哈画图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画图。现在一大堆时间都花在开台跟剪片上面了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而且人家问我为什么不开台画画，我就说啊，因为开台画画没有人看啊，不是还是有人看，可是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人会看。像比如之前我玩麦块，比如100个人看好了。这是在 Twitch 跟 YT 上面的经验。我在 Twitch 上开台啊，比如说，那时候100个人看麦块嘛，但玩其他游戏可能就剩下50个人，但是画画嘞又再砍半，剩下25个人。所以如果在这边开台画图，会很惨。眼睛好多了吗？没有欸，就比较酸，比较累而已啦。啊，也没有到比较严重啊，没事没事。哦，这个洗要洗半天，等下哦。好，我们先去烧，从梵谷变毕卡索。有一点呢，我觉得前阵子还没在 FB 开台时候，那时候我真的很满意我的图，可是现在又变得不太喜欢我的图了，没有很喜，没有到很喜欢的那种感觉。西瓜，西瓜要留。可恶，楼下的小孩子在玩那个，在玩椅子，不要玩椅子，很吵。我姐的小孩在玩椅子，然后说："等下舅舅生气哦，这样子。”不要玩椅子，拜托！哦，舅舅生气喽。玩可以，可是要在我关台或是关台后或我睡醒再玩。他那时候在我睡觉的时候直接在那边玩，我就整个很火大。老应该要出现了吧？很多天没睡了欸。等下几张床啊？一二三四，好像可以丢面包了欸。就这样。
现在整地，整哪里嘞？好难挖哦，这个砂岩超难挖的，又是砂岩，平滑砂岩。哇，这整地要整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的天！Oh my god！我要杀人了哦！我要杀小孩了哦！等我一下，我暂停一下。好了，我把小孩杀掉了。不然就是把那个椅子打坏，有没有？吓吓他，他不敢玩椅子了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好烦哦，好不想整地哦。整地就不像是我会做的工作啊！我还蛮想说，整地是那种下层人在做的事情。那参详的下贱人在用的事情，图书馆管理员，再升一个好了。找地方养羊吧，不能吓小孩，心灵创伤。不会啦，我姐她女儿很乖，啊，我弟他女儿的话就蛮北兰，一个讲一个哭，然后我姐只要喊说一二三，她就不会哭了，那另外一直哭喊一二三，哭更大声，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对比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我姐她女儿。
而且我刚出门就是买养乐多给他喝啊，那他还给我在那边吵，就说不没有多多喝了哦。那他可能会说为什么没多多喝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二三四五六。蹦杂啦！小女生没教好差很多，怎么讲？你要看个性，有些个性你不好，你怎么教也就是不好啊。他有没有卖那个啊？我看一下哦。你又不是你，哎，我真的很会挑，哎，怎么挑都不是，就你。没有卖铲子，我身上有铁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另一个就是口罩都给家人去拍，啊，就所谓的公主病嘛。所以我说这个还是要看个性啊，不然就是家人太溺爱了这个小孩子，所以也不能全部都怪小孩。就会养成说，啊，那个不是你们要去做的事情吗？啊，为什么是我要去？那可能就是妈妈斗不过小孩，就自己去排队那种。小孩子就是个宝啊，最容易溺爱女儿的就是爸爸。就我在想，我以后当爸爸的话，你看光是养布布，我就直接什么好东西直接买下去给他了。况且是以后如果真的是养女儿的话。不知道，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跟我们当时完全不一样，就不能打，不能打就会造成很多很多，就是没办法教，没办法有的没的啊。是吧？哎，我是要整去哪里？我还是先把火把擦亮好了啦，不然每天过往都担心钓鱼机旁边会爆炸。啊，趁白天来擦吧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而且很好笑，我有一天不是有一天啊，我今天就是在挂网的时候，看到这栋建筑物上面给我在升苦力怕，我整个吓死。这个上面挖掉，还好我们乡下多大，还是先打再说。哎，我是到了高中，我爸才没打我的。
国中之前，我爸还都照样打我。上了高中，我爸就懒得打我了。主要也是没有心情打，因为我家的一些事情，他就是整个也很辛苦。我也就是那时候开始，整个人变得不皮了。我也讲过了啦，我小时候皮到就是那种经典屁孩类型，能多皮就多皮。那就是到了高中之后，就是很多事情也让我变了啦。我就是小时候打不怕的那种啊，明明做错事，我还是照样耍白目。这样穿超哎、欸，这样穿超丑的。你看，我刚刚只是想说，刚刚在楼上喊说我要打小孩了，我要去杀小孩了，还在下面继续玩。那等到我走到他面前，我用手比一嘛，然后放在嘴唇上，就嘘那种姿势，他就跟着我比，然后他就没有再玩椅子了。应该也是我姐，她有听到我在开台啦，然后有跟她女儿说：“哎、欸，舅舅在开台，小声一点。”类似这种，这就很 OK 啊。那我是不是要再多放一个箱子啦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每天晚上都过得这样惊心胆跳的，然后。连我爸都没有打过我，长这么大，连我爸我妈都没打过我。然后不是通常剧情都是因为就是没有打过，然后遇到了会打的男生，从此爱上了那个男生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很多那种骑士团太呵护那种公主。然后不配看上眼，而是那种就是只会呛公主、会骂公主的那种，然后开启公主的 N 属性，很多剧情都这样子啊。不行不行，我来听歌。有什么歌可以听啊？哎、欸，我有个音乐我好久没拿来放了、哦，自从放了那个平时精华的音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放过这首歌了。这首。有没有？这首已经。嗨，艾琳，啊，你们那个嘞，你们的《哈利波特》玩的如何？这时候很久没出现了，何止淤青，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国小太皮，我妈是直接拿那个竹子的那个枝叶打我，打到脚流血。我也讲过啦，隔天都是跟学校请假，因为。流血太严重了，而且那时候夏天不能穿长裤，所以就请假在家啦。好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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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还是什么发那个 Rift 的时候的音乐。反正那个是自己私下录影的音乐啊，哎、欸，这好像盗录，好好留着好了。你看，如果这边是草地有多好，整了这样子整半天，就你看地上。
都那种痕迹在。哦，小鱼他们在玩而已哦。OK，我想一下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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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不对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它怎么会插 Y？换我平常在用，对呗？好想吃冰哦，傻眼。然后晚上又很冷，昨天王国之战手有够抖的。就在 FB 开吗？Y 有 YT 吗？YT 是以前的啦，去年还在 YT 开啊，一二。下来这里呀、啊。这学校感觉会一波毕业潮，会啊，那之后的事情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，如果我真的毕业的话，我也会比较轻松啊，因为下一次的暑假 CWT 暑假场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还没毕业的话，我应该也没办法报，一二三四。像我刚刚讲的、啊，我也没时间画画啦。我光 Amigo 那几张图都画不出来，更何况商品图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你看，我明明一个会画画的人，我还打算去请绘师，你知道吗？请他画我这样子。
可能会画画的人都忙到没空画图了。不，要移平这座山吗？这个平时是狼儿跟其他人在做的，哎，小鱼、狼儿他们在做的。谢小修啊，你就是鱼。